我要是要害他，我让他在敬堂跪着就好了，我把他抱回来干什么呢？哎，你去哪儿了，七姑娘？什么？七姑娘，我要换毛袋。七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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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摸到你的七姑娘。以后不许再以身犯险。以后不管我做任何事情，我都会先保护好自己的。这伤口明明都快愈合了，又要包扎，你是不是又没好好养伤啊？就得静养。嗯，好的好的。我还真有一处想说，我送的这些全都是好不容易买到的上上品。哎，没事了，走吧，喝掉，放回去。谢谢放回去。